Hello， 我是 Darren， 准备好跟着动了吗？今天做完脚会很酸哦，但在酸痛的背后，隐藏着健康窈窕翘臀的自己，让我们一起把它找回来吧。先来半蹲，这套训练是我在国外奥运培训的课表，我针对台湾人比较缺乏的肌群，特别做加强。不论你是想拥有自信翘臀，或想增强自己运动表现，都适合这个运动。再来 U 型蹲，单脚站起来的时候，把腾空的脚用腹肌的力量往胸口收，记得这个时候就要开始调呼吸，越到后面会越累哦。回来半蹲，这套训练的原理就是30秒累积乳酸，30秒运动，所以现在试着享受乳酸堆积的快感，真的受不了，可以偷偷移动重心，来回分配给两只脚。等一下30秒，我们来做反向的弓箭步 ，Go。记得左脚一下，右脚一下，在这30秒钟，试着克服因为乳酸堆积而肌肉紧绷的状态，这对未来的运动表现会有很大的帮助哦。3、2、1，半蹲30秒，加油！很好，现在把你的左脚前后的来回延伸，右脚记得保持平衡，用意志力战胜你的乳酸。回来半蹲，等一下也是一样的动作，只是换一只脚。准备。Go！ 好，回到半蹲。等一下，不要站起来，维持你半蹲的姿势，轻快的把脚做开合跳，加油！3、2、1。跳起来！
what you want. Let's have a bit of fun till I downfall. My love, if you feel like. 很好，半蹲。剩下一分钟，大力深呼吸去盖过目前的痛。这一分钟就是定义你与众不同的时候，这一分钟就是你超群绝伦的机会。当大家都选择像疲累投降，只有你还蹲在这里，不管汗流浃背，你不怕咬紧牙根，你喘得比谁都还深，你的拳头握得比谁都更紧。最后30秒，小鸡跑步，加油！想象未来你朋友仰慕的眼神，他们脸上露出不解，他们不知道你为什么出类拔萃，为什么？因为只有你有毅力熬过现在的痛，现在的痛只是试图阻挠你前进的杂音，但你目标明确，这点小声音完全影响不了你。最后3、2、1，恭喜你，你已经超越了昨天的自己，记得彻底的伸展，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你们现在的感受，还有未来想要强化哪一块肌群。记得运动健身，它不只是雕塑身材，它更是锻炼你不向逆境低头的人生态度。我是 Darren， 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忘了一件事情，到影片的下面按到那个赞。我靠，那头也太帅了吧！点它有一个红色按钮，按下去就对了。哦，哎，你还有时间再看一支影片了。我跟你讲，这支影片超级好笑。哎，还有这支影片。屌了，厉害了，厉害了！不信你点点看，真的啦，你点点看，哎、欸，你点点看啊，哎、欸，点点看，点点看。